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了。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跟阿波罗附近的居民讲一声抱歉，哦，为什么？因为我出卖了你们。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来到阿波罗这里呢，我们最主要我们要拍摄的这三档的古早味呢，其实是外地人都不会知道的，通常只有当地人他们自己会知道不了。而且当地人有时候他们要吃啊，都要排队，甚至有些很早就卖完了。所以今天在我们拍摄完过后呢。 很可能会造成什么？很可能会造成就是当地人要吃当地的美食、当地的古早味都要等上更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最重要啊，这三档古早味是当地人心里面头选啊，他们说味道是传承的很不错的，所以要知道的话，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走。 三四十年有了，不过该我们要拍摄它也是不太高兴了，因为它已经忙到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带过去了。OK，我要加一个鲅鱼头，你等下。一个特别定制的鱼丸。 哪里的？上什么的 ？YouTube。 这汤也是传承很久的汉堡版掌柜，是从你的爸爸还是阿公头上接手的？从爹手的。阿公跟几岁了？从那八四岁哦。我最早嘛40年50年了呀，对。总共从19岁开始做起，对啊。退休交给我儿子4岁。那你爸爸没有接手，是你接手？对呀、啊，对呀、啊。他隔代传承。 一个，啊，再补充两个。好。
셋별 와, 满满的一桌，最少都四五十年的古早味，从班掌柜开始，这个传承三代了。真的是古早味啊，它的面皮啊是比较厚的，而且你慢慢咬慢慢咬，它现在是有一点冷了，但是它是很有嚼劲，很 Q 那种。然后它里面的花生，我吃着吃着我感觉啊，我这样在吃那个花生糖一样，很香。一般的班掌柜冷了都不太好吃了，这个很有嚼劲，跟小时候味道很像，因为现在很多班掌柜做得很薄了，他们追求的是很脆的口感了，这个就跟回以前的那种口感了，不错的。你要脆的，它有脆的，这个、完全是脆的。来吧，来一看这个。跟吃饼干没有两样，好像在吃什么一样，在吃钙胆菌一样，只是它加了花生。很脆的那声音听吗？这个就不一样了，这是老板特地加料给我们的。哎呦，它的料满个肉的。我吃班掌柜啊，我经常吃到那种好像 burger 的口感，辣椒酱啦， Maggi sauce 啦， Maggi 的酱油啦， ham 啊， cheese 啊，古早味里面掺杂着汉堡的味道，你想象一下，还有肉丝，还有肉丝在里面。新旧传统的结合，这个好吃。不过老板不知道有没有卖的，这可能你讲点跟阿红一样的，他应该会做给你。好吃好吃，这一碗一定要 try。这一碗是他们推荐我的，我先从我个人的方法吃起，就是这样吃。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汤啊是比较清淡的，因为它用的都是猪骨，猪骨的甜，它没有用那个鸡的骨，所以它的味道方面它是偏向清甜清甜的口感。然后这个猪油渣，哇，它的猪油渣，它的味道啊，不是一般的猪油渣，一般的我们是切四方四方那种的去炸到变成猪油渣嘛。它这个我猜测啦，它这个我猜测啊，它应该就是猪内脏那边的猪油来的，因为它里面你吃到这样，它竟然它的口感啊像什么，你知道吗？它的口感像我吃的那个虾条这样，它外面是很脆的，里面是空空的，你感觉好像在吃零食这样，对。而且它的猪油渣还有加盐在那边，所以你一边吃咸香咸香。单单这个猪油渣我可以当零食吃，我跟你讲，非常好吃，哇一流。隔壁安迪讲话太大声了，他们太兴奋了。哦，我们录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点太大声了。不过巴萨就是这样嘛，人情味嘛，对吧？
很好吃。当地人的吃法，这个要加去。我看很多当地人这样吃，我不知道会不会好吃的，我试试看。要加到完的，加一半，嗯、小半呢、啊。然后他们 order 的时候啊，猪油渣他们叫维他命啊，吃了会增加重量的。老板娘他叫维他命。清甜清甜椒，辣椒的香味，它的口感更加重口味咯，不过是 OK 的，当地人喜欢这样子吃。嗯，它的猪油渣太棒了，真的是很好吃，一流。来，咖喱面，全部坚持都是用炭火的。为什么要用炭火？我想大概是因为炭火的穿透力会比较，它的热比较均匀，而且它的穿透力会比较够力。就好像你一个煤气炉啊，你帮着你站在旁边你不觉得太热，但是一个火炭啊，你站在旁边你会觉得很热，它的那个穿透力，所以它导致那个食物的食材啊，它们的味道会比较醋味一点点。我叫老板不要做这样大碗，有没有我们吃不完。它就是那种以前我小时候可以在肯丁那种吃到的那种咖喱的那种古早味。以前我小时候没有摆咖喱面的，如果说摆咖喱面啊，那个辣椒是它的灵魂啊，那这一个它的辣椒变成它的配角，它的汤头才是真正的灵魂。因为你喝下去啊，你感觉你好像在吃咖喱鸡，但是没有这样浓的，比较清淡的咖喱鸡，就是这样的味道，椰奶味。很小时候的味道，不错了。最重要它的汤是新鲜的，福建面加卤面，来口卤蛋。它的肉放的太多了，导致我变成吃的感觉像卤米一样，没有什么介绍它的福建面的味道。整个就是黏黏，看到吗？滴不住啊，那个字滴不对，乳汁太多了，扒缸全部都扒在那个面条那边。它的味道这一档啊，它是比较偏向没有这样重口味的，比较偏向轻一点的。所以很多人讲说主食去分味啊，有时候你味道做到100分太精致啊，不是每个人吃得惯的，但是就是这种打安全路线的气氛，该咸的咸，该甜的甜，该油的油，味太过重，这种味道就是一般大众厨师做出来比较让人家容易接受的味道了。哇，终于吃完了啦。其实今天的拍摄呢是有一点点的阻碍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拍那个果寮汤的时候，他的老板因为原本生意就很好了，有时候九点出就卖完了，所以他也不是说很愿意要给我们拍哦。过后经过一些的沟通啊方面啊，他才愿意说让我们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拍摄。整体来讲，这些古早味的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啊，尤其是那个猪油渣，我多想要去打包一包回去慢慢这样子吃，可是老板没有单单卖猪油渣，不然我一定打包的。然后呢，再接下来那个老蒋班掌柜，坦白讲他是我在北海少数可以吃到啊还保留着以前传统班掌柜的味道，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 OK， 所以今天的时间就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记得点赞分享订阅，然后打开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我阿红接下来任何的更新视频了。 OK， 拜拜。